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腊八粥喝几天，里里啦啦二十三，二十三糖瓜渣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冻豆腐，二十六去买肉，二十七宰公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初一初二满街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是腊月初八，腊八节。今天早上起来已经接近中午了，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美食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哎，这哪来的一个肥娃，你看。我先说好，我不叫肥娃。今天两位大厨齐上阵，看来今天要做一个丰盛的美食。哦，结果这是他拍的。这三郎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，闪躲闪躲闪躲。来点大龙家的特色辣椒面儿。倒酒，喝掉这杯酒，再来一杯。大伯乐起手小饭，啊，小我吃不算酒家猫，要不要给你也倒一杯啊？你和你爷干一杯来。你怎么那么劲使啊？不是。来，干一杯。啊，爷爷喝啤酒片了。啊，爷爷喝啤酒片了。啊，真帅。要不要？下午有闻到好的东西，有血成的。妈妈，现在都，差点又成了出汗。
豆腐懂了，我们豆腐泥。